等谁？大声一点，在等谁？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欢迎我们的金曲歌后朱海君。心的相思，只有你，你愿意为我放弃这片花园，进来加一度，我也记得是你的火力变异，我过去是我心的手无人如何，我愿意为你放弃这片色里，进来加一度，希望你和我不休挂我是只对会为水为你开天来海大的人但你对不起爱你花香树今生只爱你我是只对会为你水为你醉在那里看出的沧桑难思谢谢你们，再给你尖叫声。一样双手进行微笑，全民大运动，你知道吧？谢谢，你们好棒。你懂我心事的相思。今日你愿意为我放弃这片花园今夜加一度多一几条心你背后的背影我懂你是我心爱手依然不回来我愿意为你放弃这片森林今夜加一度希望你和我一生关系我是只对会为你碎为你亏天来来大的梦望你对你提爱的花香属于你今生只爱你我是只对会为你碎为你醉天来你感受的沧桑难思议稍微声音我生死风尘朋友哪里我是只会会为你碎为你亏天该爱大不能你对你听爱的花香属于你今生只爱到了别人家来串门子这样子真的你们看到海韵姐开不开心开心对不对我看到好多歌迷朋友你刚刚说他们从哪里来的从非常非常多地方来的是首先呢我要在这边趁着这个今晚先跟现场的朋友们问候一下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好久不见的朱海君。有从台北来的朋友，是取灯牌那个是我的闺蜜团。哇，欢迎一下我的闺蜜团，谢谢。台北来的，哇哇哇。然后还有从你们从哪里？沙拉黑哦，韩国来的，是不是？应该是韩国来的，没有错，是吗？然后他们只会这一句，你不可以再接下去跟他们聊天，这样就会知道他们是美浓来的。哦，对。干爹干妈，还有我的好兄弟姐妹们，是美浓南天太子宫来的。哇，欢迎你们！我刚刚看他们做这样，感觉就是要围炉，有没有？很像是过年。大家知道这个地方也都是屏东，我们谁就是在办年货啊？请问一下，年节的时候，屏东在地给他唱一个好不好？来来来，给他唱一个。全部都是吗？每一个都是吗？后面的朋友这边，你们也是从韩国来的吗？还是从其他地方来的？零九的朋友是从台北，台北、香港。昨天就来了吗？今天早上，难怪我的粉丝在后面卡不到位。我下次叫他们跟你们电话联络一下，好不好？啊，我的粉丝哈，只需要这样子就好，只需要这样子就好，好不好？好，以后看到，而且我的闺蜜团今天很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从早上好像四五点就开车下来，是，对，然后今天还特地穿上是团服，团服是吗？是不是？我跟大家说，大家以后不用这么累了。知道我们今年黑尾鱼季有跟高铁合作，所以一直叫我的粉丝穿。没有没有，他们有个高铁假期，就可以直接来到东港，比如说想要来个小旅行啊，都可以。好，没有，因为开车下来可以载更多。那听完唱歌的时候，还可以到附近的花销市场去买新鲜的欧托罗回家。真的，毕竟是2024第一尾熊多尾，真的真的。东港，掌声鼓励一下。耶！所以喜欢吃海味的，一定要来到东港。对，而且我们东港其实还有三宝。除了黑尾鱼之外，樱花虾、鱿鱼子，对，然后刚还有东港的旗鱼欧类，真的很厉害。刚刚县长在这边致辞的时候就讲到了，连我们接下来即将要上任的赖清德准总统，是他来到我们的屏东，一定要指名吃的就是旗鱼欧类，是还有香格伦。哦，那个香格伦我超级的爱，你知道吗？对，我每次回来的时候，因为我是美浓人，是所以屏东。那个太阳跟人一样那么热情，对我都要涂好防晒，是哦，然后戴好帽子，对，那跑来这边买香格里，我觉得一吃下去值回票价，真的。所以东港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那我觉得呢，我真的好像是黑尾鱼季的那个代言人，值日生啊，不敢不敢不敢代言人。对，我等一下会跟处长报告一下代言人的部分，对。有处长在旁边，谢谢我们的传播技术，全部最美丽的处长，真的是从头到尾都陪大家听歌、晒海红、吃好料的，到现在，对对。有你这一句，我想代言人的部分，等一下处长会再多考虑一下。当然我们今天舞台上的卡司的菜单也相当的厉害，对不对？那我这边呢，还算是一个开胃菜这样。哦，对，后面的主餐还没出来。你说我们黑尾鱼季找金曲歌后来当开胃菜吗？开胃菜，刚刚那个美秀姐要再走回来了。我们都是找孔金妹，有三金影后、金曲歌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真的都是我们重磅。我今天看到很多像年轻的朋友们，像丰泽啊、林九啊，很多好朋友们，你们的粉丝来到现场，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尝鲜，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没有错。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一年四季都是旅游季嘛。对。那我接下来想用这一首歌带着大家。来去环游世界。哦，这首歌叫做《Gia Ba》。耶，掌声鼓励！谢谢。我接下去跟你们握握手吗？是曾经爱看我的表达天下你心
时候你们才有力量，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要带来这一首歌，里面有一半是我的母语客家话，然后一半是台语。这一首歌，每一个北漂的孩子回来，我想唱出这首歌，或者是听到这首歌，都会特别有不同的感触。这一首歌叫做《南下列车》，带来这边送给你们，谢谢。我要从哪边开始？手机的灯可以借给海军姐姐一下吗？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很棒。
比昨天更深了，发动一步走越了两三步，漂流在思念的河流，当怕列车带来转移关系卖给你，四块地球这边能够不知给心情，虽然他们飘到只影天梯，眼泪归笑成当时南发的车会在红灯奇迹的流行，对过多奇怪怪怎么怪怪怪革命，用爱意打开地青春心情，没等待你心底。你们的声音在哪？口血签好吗？这个没有水，我带回家签可以吗？请问一下谁有笔？谢谢，谢谢。啊，这我的情书，我们帮我看一下。啊，你们可以聊天，没关系哈。啊，来来来哈，啊，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你，谢谢。这个是什么？你做的幸运神是不是？好，还有开店吗？还没开店。好，祝你早日开店，我再去捧场，好不好？跟东港有关系的，就把一些鱿鱼籽哦、藕类、小鱼干都挂在上面，好不好？好，好。这边的朋友，我等一下过去。好，啊，我先介绍一下我唱的歌嘛。好、哦，那个。还有一群、哦、高雄市区来的粉丝九良，尖叫声在哪里？我跟你讲吼，咱这摇滚区吼，咱少年呐吼，那是听到自己的名，要有自己的尖叫声。他们第二天来了，下次他们会进步的。好、哦、，OK， 好，那今天晚上既然是海洋音乐会。
那我就多唱一些好听的歌曲给你们听。请问一下，江蕙的歌你们会唱吗？你们会唱？会是不是？好，我也忘记哪一首，等一下他放哪一首我们就唱哪一首好不好？闺蜜可以吗？闺蜜你要往前一点吗？不用是不是？好，那待会我再去找你们好不好？好，除非他帮我开道好不好？ OK， 可以开道吗？今天不可以是不是？明天呢？明天早上十点在这边可以吗？好，可以。啊，美浓的睡着了没？刚刚那一首客家歌好听吗？一定要说好听，不然我明天就不去吃饭了。好，然后那我们就一起来全场大合唱接下来的主曲好不好？好，主曲哦。好，那、啊、谁可以帮我收一下我的情书？谢谢。Thank you.
谢谢。